你看过 cosplay 传统戏曲角色吗？由国立传艺中心主办，师大承办传艺金曲文化志工招募，在6月10号举办记者会，学生们 cosplay 京剧、歌仔戏、南管等三位大师的角色。活动也邀请到知名钢琴家陈冠宇为大家现场演奏。传艺中心主任肯定师大艺术领域的专业。这次找到了师大，师大事实上是一个艺术家孕育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个人才。都把这个禅官学艺以及老中青三代，特别是这次用这样的一个志工招募的方式，让我们更多的年轻朋友来珍惜这种传统艺术的一个 DNA， 让他在这个艺术的过程当中有更多的可能。师大公共事务中心李主任鼓励师大学生投入传艺活动。这次是第一次传艺中心主办这样的传艺那个金曲奖的颁奖活动，那在这样的号召之下，我觉得我们师大义无反顾的应该去主动参与这样的活动，所以我们就去承办了这样的一个颁奖典礼。欢迎大家踊跃报名传艺志工，我们8月9号见。传艺金曲，上一记者张瑞荣采访报道。